是吧，小女孩在用手动封箱，直接全自动的就行了，不用那么方便。看，自动上下封箱，很易打包，这样子特别方便啦。对。哎呦，什么年代了，还在手动缠膜？跟我来带你看全自动的。小菜打包，手按打包，连续打包，看接口非常平整，而且拉力超强哦。这样的打包机你喜欢吗？